事，来大陆非常感动。拿手机看稿，前总统马英九讲到激动处，一度哽咽。访中行第六天，马英九跟四姐妹一到湖南老家白石镇，特地走到祖坟前看了看，祭祖文还抄着湖南腔。民国1997年跟1814年呢，第二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，8年来，整个台湾跟大陆隔汉分治70年来，真和平繁荣的阶段。强调自己当了8年中华民国总统，马英九更用台湾与大陆分治描述两岸，似乎想弥补这几天的争议发言。不过受访时，马英九骨子里的中国认同又露馅。中国人啊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，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谢谢大家，幕僚赶紧挡下，不让记者再提问。马英九离开时，白石镇乡亲热情欢送。大家好。马英九招手来回应，毕竟中国为了马英九来祭祖，煞费苦心，10天内铺好一条路，要让马前总统好好体验。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，有中国网友就爆料，施工工人笑称是英九路，中共尽显让马英九宾至如归，但在地乡亲留言，平常路烂了起码几十年，建议要修，得到地方财政局没钱修的回应，只因马英九回湘潭祭祖就烦心。马英九祭祖，全新柏油路迎接，就差没铺红地毯。这看似风光面子大，背后的盘算可不少。三立黄先生郑凯中报道。